聯港澳名單公佈，名單包括傅聯偉、林丹、孫杨、吳敏華等一共64個人。里约奥运会国家奥运精英代表团一共有64人，包括女排教练郎平、乒乓球总教练刘国梁。里约奥运中国首金得主女子十米气手枪选手张梦雪，夺得女子跆拳道67公斤以上级别金牌的郑珠音，女子双人跳水三米板金牌得主吴敏霞同施婷茂，男子十米高台跳水金牌得主陈亚森，夺得男子200米自由泳金牌的孙杨，多名女排演员包括朱婷、张顺玲、魏若琪等。乒乓球女单金牌得主丁玲，男单金牌得主马龙，还有游泳选手傅园慧、羽毛球选手林丹等都会在下个星期一至四访问澳门。代表团由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担任团长，他们访澳期间有多项活动，其中是30号晚7:30举行的我们的骄傲国家奥运精英运动员澳门联欢会，门票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夜晚7:00在塔石体育馆免费向市民派发，而31号下午3:00举行的国家奥运精英运动员和澳门青少年康体竞技交流，门票就会在今个星期五朝早10:00同样在塔石体育馆派发。澳门居民凭身份证每人最多可以拿2张门票。澳广视记者林丽丽报道。